非常荣幸啊，我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揭牌的这个 opening 啊，非常感谢玉山金控任意堂这一次对清华大学的这个赞助跟支持。一个管理学院的进步啊，除了软体之外，硬体是非常重要的。各位如果有机会去亚洲的这个管理学院比较好的，跟这个世界级的，其实台湾这样的硬体是没办法跟人家竞争，更何况在软体方面。所以在上任院长之后，其实我就很想把这一块做改变，那就把我这个想法说，看看有没有机会二楼这个整层啊。那在11月6号，我印象中在4楼上课的时候，收到电话，就是你打给我，说好像玉山同意了。其实那时候是 I have tears in my eyes。为什么我讲英文？讲英文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上双联的课，那个是 EMBA 双，你要讲英文，我就把这段跟他们讲。然后在11月9号，玉山就来这边召开了第一次的会议，那 后来就请我们副院长这样推动，才有今天这样。金控它其实基本上它秉持了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嘛，那它这样子做对学校做这样的一个赞助，其实也是符合 SDG 这个优质的教育，那改善这个环境，让很多的学生有机会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下、更好的场域来得到这个教育。我觉得这跟玉山它在经营的精神是蛮契合的哈。那再来就是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捐赠呢，其实金控跟学校这边，其实这个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这也就是为什么玉山能够在人力资源投资啊得到奖。那我现在这边祝福玉山金控、玉山银行，在迈入第4个10年的时候，能够从深耕台湾，布局亚洲，在远望世界，台湾的玉山，世界的玉山。谢谢大家。谢谢。这里要深深感谢林院长，其实当时跟校长见完面之后，后来又有机会跟林院长来做一些交谈，院长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把整个科管院未来要怎么样的发展，还有包括我们大学部超过1000个的师生在二楼这边上课啊，也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啊，我觉得真的很佩服院长为整个院务的发展跟师生们一个更好的环境这种锲而不舍的这种精神，是不是给院长掌声哦？谢谢院长。现在老师的上课是越来越多元，所以在学教室里面的课桌椅原则上是一个比较可以自由活动的课桌椅，也配合整个数位时代的到来，我们也觉得影音的效果一定要非常好，也可以来支持未来整体的视讯、整体的远端的上课、整体的需求。那当然我们在转角的地方做了一个 persist in your ideal and never give up， 这也是玉山的精神，坚持理想又不放弃，我觉得对企业对个人而言都是一样的，我从来不相信有一帆风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所以我们也觉得所有的青年的学生或是我们整体的学院都一样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跟挫折，但是我们才能够坚持我们的理想不断的向前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那在这里也很感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可以跟科管院一起来合作，不管是跟院长一起来开课，或是我们有一些产学的交流，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的确对企业、对学院或对学生本身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敬祝母校校运昌隆，英才辈出，也祝福我们所有敬爱的师长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福我们的科管院越来越好，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也让我们成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再次感谢各位贵宾及师长，谢谢。
三、二、一，科管院玉山厅正式启用。好。